啄木鸟，都知道啊，啄木鸟可以当树的医生，是因为啄木鸟可以找出虫在哪里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树会生病啊，可不是只有虫这么简单哦。想知道树到底为什么生病吗？这一堂课就让我们一起去找树木医生吧。Go！你好，哦，你有树生病了，那我准备好我就出发。一接到民众求助电话，肖文伟趁着空档驱车前往。姚博士，你来啊！我这树啊，有百倍啊，你来给我看一下啊。好啊。这一棵五叶松的树叶最上层稀稀疏疏，肖文伟一瞧就知道问题出在哪。黄叔，你看，你这张五叶松，起阿糖加啊，哦，嘿，啊，面顶香树就是面顶啊，你看伊每一叶拢有这糖一个来剪啊。经过诊治，五叶松不必喷农药，也不用砍掉，只要用最简单的方法，徒手把虫抓出来，就能起死回生。真侪病虫害嘛，不一定讲爱转药啊，都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呢。啊，无转药啊，对人身体嘛唔好啊，对环境嘛唔好。看病真认真啊，要是有啥物病，伊拢看会出来啊。啊，人啊叫伊嘛，拢会去到看到迄个啊。大家都真有路啊。肖文伟曾经全台跑透透为树木义诊，背后的动力是因为刚从台大植病系毕业后进入部队服务，长官要他发挥所长，救救营区生病的老树。结果在那棵树底下，一群人看着你，你就讲不出话来。以前都说念这个没用啊，用到了时候却不会。我想应该是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情形啊。不过我个性比较不喜欢认输啦。不服输的个性让肖文伟决定把这缺口补上，于是义诊之行一做十几年，因此还开坏了五部车。义诊会让自己的内心比较平静啊。如果你一直想要赚钱，那就是生意了。但是假如说你用一种志工的服务的心态，你去帮人家看书，帮人家救树，其实你会很开心啊。一开始对这个工作都不是很了解，什么东西都不了解，所以说我很多东西我都会请教肖老师，然后变成说他也很认真的说教我说认识这些树木病虫害的部分。透过治疗，原本生病的老树用茁壮成长来回馈，肖文伟则是在医病关系中得到比医疗费更珍贵的人生经验。人生不过百年，不过这些树木会让我们真的是很敬畏大自然，他们遭遇的这么多的这个危难啊，他们还是屹立不摇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人如果遭受什么困难，看看这些大树、这些老树，我们应该要很淡然，要很释然啊。成天与树为伍，接触的都是比自己年龄大上好几倍的老树。肖文伟笑着说，自己不是来医树，而是来向老树学习的。他的人生早已因为老树而枝繁叶茂。中国人说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象征教育的重要。而其实在很多校园里也会有一棵一棵壮硕的大树，你怎么看出树的健康与否呢？今天我们就带您认识一位树达人。 Hello， 小老师。嗨。主席，我们来看这棵榕树哈，它被这个树木合并病感染啊，它非常严重。那在今年的时候，它已经死掉了。像这个是这个病原菌，这个是合根病的。
这个菌丝面看起来好像生锈的样子哦。新鲜长出来的菌丝是比较琥珀色，这个是有点老化。那它真就是在过一段时间呢，它完全老化的时候会变成黑色的这个巧克力碎片一样。那像这个的话，这个就有传染力了。有传染力啊？对，啊，这个。所以万一那个东西到了别棵树的身上，别棵树也就会生病哦。对对对，因为这是传染源。那所以好多哎，一整棵树都爬满了。对，那它为什么会让它死掉呢？是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感染一个点，然后慢慢呢，它吸收了养分之后，它再继续生长，所以它就变成一个面。那它长过的地方，这个树皮就会死掉。所以我们来看哈，它不止在这个地方，连这里，它几乎还剥了。就是它覆盖到哪里，那块树皮就死掉了。对，没错。那覆盖面积够大的时候，整棵树就死掉了，是这个意思啊？对，台湾的气候其实真的很适合这个核根病的生长。台湾的核根病菌更强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像这么大棵的榕树，百年榕树啊，被它感染了之后，终究是撑不下去了。好可惜哦。是。所以如果它一感染的时候，我们就立刻发现，立刻治疗，它就不会死掉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，这些珍贵老树，我们是要推健检的。哦，健康检查。对。那这个病会传到它的地底下的根吗？我们看到这棵树已经死掉了，这个根其实已经全部100%感染了。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核根病会传染，所以我们其实是把死掉的，我们要做这个消毒，不要让它传染出去。哦。让生病的发病初期、中期的可以把它救起来。那甚至于这个健康的，我们要让它一直保持健康下去。要停损就对了。对对对。这一颗已经不行了。至少要把这一颗停损，对，它所有的病菌不要再往外传。因为我们是学科学的，我们还是要做取样的动作。取样？对，就是要把这个病菌取一点样本回去做研究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回去化验，我们才有办法开诊断书啊。不然开错的话，这就好像人生病了要切片去化验是道理。对对对，所以它是科学。那像我们有 GPS 哦，就要定位的。GPS 是这是做什么？定位啊，就是说我们这棵生病的树它在什么地点。定位好。是，那这是标本袋哈，这个要请你帮我拿一下。标本袋，等一下要装取样的。OK， 还有什么？那这是我随身携带的工具哈，这个是翻刀哎，老师，一个朋友送我的原住民的翻刀。这要做什么？这个是要取样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我取给你看。这个帮我拿一下。好。那我们要取呢，就是把这个病原体的部分啊取回去哈。我标本袋赶快准备一下。对。那我们这个取回去就是要用显微镜镜检，还是说用这个培养基啊，全球性培养基来把它分离出来？OK。老师，你取样都没有戴手套，那它会传染给你吗？不会。树的病不会传染给人。如果树的病会传染给人的话，那这样子我就会赚很多钱。所以树的病归树的病。树的病不会传染给人。是。那我就要记录一下哈。你要写吗？对对对，比如说这个 SY 坐标，我要记一下哈，244167，然后 Y 坐标是2652006。对，那这个是榕树哈。榕树。对，是。那这个是初判的话，是核根病哈。核根病哦，通通写在上面就对了。对啊，这样我回去才key 的时候才好做这个治疗病历表啊。好，你回去要建档是不是？对，要建档采样人啊。需要写我的名字吗？可以啊，写你就好，写你就好。是，大概就是签个名这样子回去。我们就是马上做实验，这样子资料就很明确了。那你采刚刚那样就够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样一点点就够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平常医术的一些工具。那这些
工具都是平常一点一滴的收集起来的。这么多，琳琅满目哎。是啊，每次出门艺术就是要带这么多工具去艺术啊。哦，工具好多，老师，为什么你有雕刻刀？我之前去拍雕刻师傅，他也是用这个刀哎。那是我们在去除树木腐朽用的这个雕刻刀。然后你看前面那个木炭呢、啊？木炭。我们整个外科手术进行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腐朽空洞，我们要用那个木炭来做填充的。哦，当你磕磕磕把腐朽的磕出一个洞的时候，里面要塞木炭啊。对对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碳化的环境不利于昆虫跟微生物的生长啊。哦。是。虫虫闻到这个味道不喜欢来，所以自然就会去除了虫害的问题。对对、哦呵呵，是。还有嘞？还有我们看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是、哦、人工树皮。人工树皮？对。老师，这根本就是我垫在桌上的桌垫呢、啊对，像很多材质，我们都是一直试的。嗯。那像这种塑胶材质的桌垫啊、嗯，它来做树皮的时候，它的亲和度是很高的。跟树皮可以粘在一起、哦、对对是。哦、嗯，哇，老师，我看你今天带这么一大摊位出来，今天显然是要做外科手术是吧？是啊，我们刚好今天要救一棵树，嗯，所以我们就来当一日树医来体验一下怎么样帮树做外科手术。那我今天也可以当一日树医的助理。是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哇，老师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病人。是啊，像这棵树生病了，我们今天要开刀的对象就是这棵。开刀的对象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腐朽伤口。啊、我们看这个现在在滴汁液的这个是健康的这个组织，有点粉红色的是健康的，对对，流出乳汁来的这个。嗯。那像这个褐色的、褐变的，这个是腐朽的部分。老师，所以它是周围是好的，中间都烂掉了耶。对对对，它这个就是伤口没处理好，然后整个感染下去的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把中间这个挖掉。对，我们等一下要把腐朽部清除掉。我现在用这个工具啊，把这个腐朽部啊、嗯，把它挖除掉。嗯哼，整块吗？对，就是要一直挖下去，挖到这个腐朽部都没有为止。你可能要站旁边一点哦。哇，老师好多哎！对，它这个腐朽的空洞是一直往底下蔓延的哈。对对是。哇，这些都是不要的。对，这些都不要，因为这些都已经是腐朽掉的了。老师，那你怎么知道有多深啊？通常这个都是超乎我们肉眼所见的。真的哦、对，因为这个腐朽的空洞已经大概是经过一二十年来了。它是伤口没处理好，一直蔓延下去的，一二十年啊，对，甚至还要更久。所以它可能外表树干看起来好端端的，里面却已经败絮其中了。对，没错。OK， 那现在差不多了哈、嗯。那主席，我们等一下哈、哦，要用凿刀哈、哦、来，就是把其他的腐朽部位把它清除掉。好，那这个手套你先戴着。助理的手套来了。嗯。所以老师，我们现在就要拿这些雕刻刀咯。对，还有铁锤，是，嗯，那我们现在来凿刀哈，来处理其他的这个腐朽部位哈。那我先示范一下哈，嗯，那主席等一下换你啊。你不用凿得太大块哈，你只要轻轻的啊，就把它那个受伤的部位把它轻轻的刨下来。对对对，啊，不然你太大块的话就不好找。老师，你这样真的好像雕刻家哦。是啊。啊，不是不是，我说错了，你是在为树做清创手术。对，然后你在做的时候，你会闻到一些就是腐酸腐败的味道哈。哦。那个是就是木头腐败的味道。嗯。那你就轻轻的慢慢敲，慢慢敲，你体会一下。嗯，好。好 OK OK， 哦，我知道。我刚刚不是想像你一样，你轻轻的，就是不要一次太大块。可是我要怎么结尾它？你这个时候，来，你再放另外一块试试看，啊。轻轻的哈、哦，来，这个，对对对，
那个是腐朽比较严重的地方，有没有？啊、哦、啊，所以你不要一次太大块，因为那个力道是慢慢控制的。哦，薄薄的。对，先薄薄的。哦，一层一层啊。对对对，把这个腐烂掉的木头把它。哇，这样很有耐心哎。对，所以通常我们一个腐朽空洞，我们最高纪录曾经一个腐朽空洞，它是可以里头大概可以躲五个人的洞那么大。哦。我们那个腐朽不清楚，大概清多久啊？清了将超过一个月。老师，在刮骨疗伤完成之后，我们后续的步骤是什么？哦，后续我们要用这个瓦斯喷灯啊，然后把里头的这个环境先把它做初步的碳化。哇，老师，你这个在烧有没有什么美感啊？有啊，你这个火不能一下子转太大，碳化的话，这个就是烧碳。就是我们碳化过后，这个昆虫跟微生物呢，它就不喜欢这个环境，所以等于里面有受伤的、有腐朽的，每一寸都要烧到。对对对，要慢慢烧，慢慢烧哈，然后把它烧到碳化。烧完之后还有什么步骤？火呢都已经完全熄灭了之后呢，那我们在里头我们会加一些樟脑丸，然后还有木炭，然后还有一些杀菌剂。杀菌剂。对，然后再用人工树皮把它包覆之后，我们再灌发泡剂。哦，是。这样就算是这个清创手术大功告成了吗？对对对，这个一个防腐的一个动作，我们就这样完成了。它就健康起来了。对对是。还好有这么多的树医师在台湾治疗树木，我们才能有一棵一棵的树从生病到健康，然后绿树成荫，让我们继续可以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是您的实验室啊？是啊，舒淇这边就是平常我们在做实验的地方。器材好多哦。对，像这一台是就是蒸馏水制造机。这一台是小型的这个锅炉。听说如果万一我家的树生病了，我还可以上网跟你挂号，然后你会问诊是不是？对，你看一下，像我架设这个网站呢、啊，就是专门给人家问诊的。就是只要有树生病方面的问题，都可以来问我。线上挂号哎。对，好多、哦。看一下。是啊。医师你好，我家有一棵五叶松，今年9月断根了，现在。叶子慢慢在死掉，不知道是因为风吹得太干，还是断根伤到。拜托救救我家的松树，这时候你会怎么办？其实他这样描述啊，我大概已经知道了七八分了。他这个是断根的季节不对，还有断根的时候，他可能上面没有修剪，然后造成他树势衰落。您会请他寄照片来看吗？对，一定要，因为。搞不好还有其他的因素啊，所以我会请他寄照片给我啦，然后会请他留电话啦，那我再就是打电话，然后电话问诊，对，电话问诊，然后透过看照片是讲电话，讲电话啊，如果他还是很不放心，我就会排时间去帮他看诊。我看这上面有些人写来。文情并茂，好像对于自己的树生病了很伤心，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但我们都会感同身受嘛，人家说医者父母心嘛，那我们都会先安慰他一下，就说如果这棵树已经死了，我就会说其实人都会死，树也会死嘛。你还要先安慰他？对，因为他可能很多小时候的记忆是跟这些树在一起的，尤其是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，如果他来问诊。那还是说打电话来，我都会特别的花时间呢、啊。可能我小时候我在这个树下，阿公讲故事给我听啦，爸爸带着我在树下吃冰啦，所以这棵树对他来说很有意义。是啊。如果往生了，他会非常难过。对，当然，因为那是一个情感的联系。那我们早上抽样回来的那个病菌，
接下来是不是还要经过什么切片啊、物理实验，还要透过显微镜来看，然后确定它的病灶？对，我现在带你去看看切片是怎么回事。好，那像这个是通草啊，我们要把病组织啊，放一些在这个通草的这个缺口的地方。那我们把这个病组织放进去之后呢，那我们就用这个刮胡刀啊，那我们就要切薄片。嗯，老师，你在切片的同时，我发现我挖到宝了，你看，灵芝哎。哦，那也是一种宿病呢、啊。灵芝哎。是。灵芝是很贵的哎。灵芝的种类，中国大陆跟台湾大概有158种。灵芝哎，这如果你去买，应该很贵吧？不是说吃灵芝对身体有好处吗？你为什么说它生病了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宿病。哦。是宿的一种病害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这棵树长出了这个灵芝，就代表树生病了？对。啊，可是好妙哦！我人吃了有好处，却是树的一种病哦。对啊，天地万物本来就这样子啊，这个一物克一物嘛。它对树有害，但是对人就有益啊。真的好神奇哦。所以你把它切下来，其实是为了治树的病，摘除这个病这个子实体啊，这个菇体也是等于就是说，让它的生长速度可以比较慢一点。哦，让树生病的状况可以得到控制。对。好，老师，我看你做好了，那我们马上去看看显微镜底下的世界吧。好啊，我们去看一下病组织切片的情形哈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采回来的核根菌的病体组织哦。对。然后你看一下哈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病组织。那个蓝色那个是菌丝啊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哇哦。哇，看起来好像一大块发霉哦。老师，你这个是经过染色的哦。对。老师，我们在救树的过程，是不是一开始找对病因最重要？是啊。如果你找错了病因的话，你后面的防治策略都是不对的。那你本来要救它，变成是在害它了。你为什么你会对救树这个工作这么有抱负跟使命感？因为我自己很爱树，那我常常在帮人看树的时候，发现人跟树之间的情感，那种情感是会感动我的。所以我觉得我在救树的过程当中，我也把自己放空，当作是在学习，所以人跟万物之间，他们是很有情感的。或者你在救树的时候，其实有一点点在跟他对话的感觉。对，我们都说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哦。所以，我们身边的花花草草、树木都是我们的好朋友。但愿大家也学会跟老师一样，一起来珍惜身边的大树与小树们。在生命科学的领域啊，人、动物跟树木它是一体的。那我们的日常生活真的是离不开树木。那我们现在的过度开发啊，其实都是在伤害地球的行为。那所以我在救树的过程当中，我也在送人家树，我也自己也在种树。那我希望我自己想说，我自己可以做多少就多少。那我也很就是很愿意跟一些退休人员分享说，如果你们有兴趣，那大家可以一起来种树啊。那有一天我们。或许我们这个肉身不在了，但是这些树还活着，那我们等于是替后代子孙留下一片绿色的财富，我们也就是替地球啊也尽一份心力啊。